在世界上，设计师为我最代偿，他承认担当我忧患，为我的罪孽压伤。主耶稣被钉在世界上，设计师为我最代偿，他荣耀高受人捆绑，如今被牵倒在沙之上。他受刑罚我却得平安，他受鞭伤我得医治，天父定义将他压伤，成为我的赎罪祭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舍己身为我罪代偿。